本台消息，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全国各地正在举行大型焰火晚会，海上烟花盛宴准时上演，绽放的烟火百花争艳，旋律多彩。虽然下着细雨，不过仍有约十万市民和游客到场观赏。慧眼以一道红色的烟火升空，揭开序幕。此次烟花汇演规模空前，预计历时23分钟，共使用了3万多枚烟花弹。在美丽的港湾灯光映射下，整个海港被灯光和烟花点亮。各家各户为了庆祝这一欢庆的时刻，人们赏花、观灯。喂，陈队，什么事儿？舒雅，很抱歉在假期时打扰你。总部下达了一则紧急任务，我来通知各个部门的队员前往事故地点调查，稍后我会发送定位给你。收到。现场情况现在怎么样？正如电视里所播报，我们的卫星也监测到了异常天气，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。收到，请帮我联络离我最近的飞行基地，我随后出发。舒雅，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非军方组织已经到达了现场，请多加小心。好的，陈队，保持联络。下面播报一条紧急新闻，距离本市20公里外上空出现极端天气情况，请广大市民减少不必要外出，烟花汇演暂时终止举办。前方收到了最新消息，看来林上将的部队已经抵达事故地点。林上将是？林上将是 SAI 组织的头目，他所掌握的科技技术比我们 SRO 更为尖端。他既然出现在了这里，这件事情背后或许存在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已经定位好了飞行坐标，预计在10秒内到达指定位置上空。听我指令，当我倒数到一时，请启动引擎。3、2、1，启动。目前为止还比较顺利，请准备好下降高度。信息给其他队员，你先寻找一个地方降落。收到，陈队。你目前所降落的地点勘测到一批林上将的先头部队，我已经通知了维克，他会在一段时间后前去支援你。关于黑洞的情况，由于目前我们手头上的资料不全，需要你深入调查来取得更多信息。卫星显示林上将的军队已经提前登陆前方海岸，请多加小心。陈队拿到你的实时坐标，正在往路上赶，能收到吗？收到，我这边还算顺利。好的，保持联络。舒雅，目前黑洞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
黑洞的引力在吞噬远处的生命中，除了更多的不知道，根据相对论，质量越大，时间越慢。你所处的区域时间应该停留在几个小时以前。有几名敌人正在朝你的方向过去。收到。维克已经赶到了你所处的大区位置，由于不稳定磁场影响，通信讯号现在只能对外发，他会在附近协助你完成任务。了解，我正在朝黑洞的地方赶，路上零上将的人马太多了，可能得耽误一些时间。收到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。
陈队，我看到一架正在着火的客机从我上方飞过。从卫星上来看，你所处的区域有非常强烈的电磁干扰，请多加小心。前方村庄被洪水淹没，水里有个爱电线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过去？对了，你的动力装置应该已经可以释放粒子缆绳，稍等，我远程解锁一下。有多艘敌军船只正在接近我们，有什么建议吗？他们的船只应该抵御不了多少发子弹。林上将的先头部队就在前方，从你这里的二楼下去，应该就能看到了。陈队，他们的部队人手太多了。没关系，威克已经在远处协助你了。啊，威克的信号弹？是的，是他们被信号弹所吸引，现在是个好机会。收到，我这就下去解决他们。舒雅，听到请回答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刚才我似乎进入了某种特殊空间，
出现了一些古代的士兵，他们非常愤怒的不停的在袭击我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。别人已经走了吗？是的，他们已经朝信号弹的方向离开了。刚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我这就把事情经过告诉其他队员。在卫星上捕捉到了黑洞会时不时发送电子脉冲波，刚才跳到时正好脉冲波是最强烈的时候，不是电子导致你进入某种空间。乌克那边其实好吗？它正在前方阻拦林上将的线索，穿过这片区域到达一座寺庙，请在那里和维克汇合。B 队请注意，如果巡逻时看到一名马尾辫女性，请立即向我们汇报。收到，不过我们所在的区域暂时没有发现任何情况。完毕。
动预计在几分钟后会再发射出一次强烈的脉冲波，请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。好的。是，接下来我该从哪儿走？穿过前方这座寺庙，寺庙后有一条通往另一个地区的道路。
火枪不可以赢得了我。这招还可以。时间不足，先不陪你玩了。一个小时后，悬空阁前找我。舒雅，你所在的位置马上会有一阵飓风袭来。现在该往哪里走？从寺庙的后院出去，远处有一座山脉，那里会安全一些。飓风已经抵达你那儿了，不要回头，向前跑。装甲和武器都将暂时无法使用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看看你附近有没有能暂时用来防身的东西。卫星显示，你的附近有大量敌方军队，借着大风大雨，偷偷把他们都干掉。切记，真想马上如果被他们发现，就完了。别跑，我看到你了。上空有辆巡逻敌机正在靠近，快躲到阴暗的地方。不要被他的灯光照到。敌机暂时离开了，继续。又有一辆敌机正在靠近你，快躲到右边的石头后面。尽量不要把身体暴露在外面。可以了。
这个鬼天气，也不知道这场雨什么时候会停。是石正的。这个任务不好混，真想马上离开这个鬼地。我看到他了，快冲上去！抓到那个人，不知道有什么奖励。这个任务不好混，真。陈队，我已经离开了敌人的巡逻区域。很好，不过黑洞马上会产生新的一轮脉冲波，这次脉冲波直接抵达你的位置。舒阳，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我没事，陈队，这里状态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。很好，不过我们暂时捕捉不到林上将军队的动向，请多加小心。
都走不通，不知道这条路能否通往正确的方向。让我想想怎么才能到上面。施为一颗手雷，
是安全了。他们还没有离开，随时注意上空的侦察机。收到。他们还没有离开，随时注意上空的侦察机。收到。陈队，我已经穿过了客栈，接下来该往哪里走？向前200米有一座饭庄，朝那里出去，你会看到一条河流，对岸有一条通往目标区域最近的道路。分散行动。杨诺，
我已经突然监测不到你的坐标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一片很高的芦苇地里。芦苇地的前方应该有座风雨桥，如果你能看到风雨桥，说明路线没问题。好的，收到。Thank you.
么情况，请小心行事。
维克空运了一辆超级战车去支援你，坐标已经发送到你的装置中，请前往指定地点接应他。